矫正驼背，别这样做，越用越糟，害到自己。我驼背超级严重，就买了一个驼背矫正器，戴了一天就成风了。我朋友跟我说拉单杠很有用，可是会全身酸痛。拉一拉，其实我遇到更多是肩膀拉伤。另外穿这种矫正背心都是很糟的选择，应该要用自己的肌肉去把自己的骨骼把它定型。是哦。今天下午5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